妈去上班啦，要去赚钱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OA。 那要看苹果频道的人都知道，就是我有一个儿子是小佑，他平常就是哎，对，你好。他基本上平常就是个大皮蛋，超级大皮蛋。那如果一个皮蛋变成三个皮蛋怎么办嘞？给削掉，然后再直接烤掉。三个皮蛋，哎呀，要吃吐血呀，这位先生。哎呀，这个不能吃啊。看我们三个，哎呦，三个皮蛋，这三个皮蛋吗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皮蛋吗？三个皮蛋。三个皮蛋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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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不可以吃拖鞋。啊！因为呢，老婆的姐姐就是今天呢，他们家都工作，然后都有事情，所以没有办法带小朋友。哎呀，今天我同学礼拜六他们有画画课嘛，所以等一下我就会带那个小佑跟妹妹过去，然后弟弟呢，因为他太小了，所以就待在家里面，就是滚来滚去吃拖鞋。好，我们走吧 ，Go！我妈妈在画画课。你妈妈去上班吗？要去赚钱啊。她每天都要上班哦，连星期六都要上班。所以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啊，桌上都会摆着一盘我的晚餐，还有一张留言。每一张纸条都写的一样哦，记得刷牙、写作业、整理房间，爱你的妈妈。这是你们的机器人的身体，你们可以决定你们要涂上什么样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先帮你的机器人涂上一个你喜欢的颜色。想要用什么姿势啊？要一个你们喜欢的大纸条哦。去跳盒子。想要很大也可以，想要小小的。很大的。那等一下听老师的哦，知道吗？我要这个。等一下，好，老师会帮你弄哈。来涂一面，涂这面。对，像游戏工人那样子，把你的机器人换颜色，这是好吗？哇！有点像。啊！非常棒啊，对不对？啊！赞到手手了。这都脸了哦，没关系啊，脸啊，没关系，啊，不要磨脸，不要磨脸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，洋洋？哎，姨丈没有手啦，要拍照给姨妈看，要拍姨丈的影片。还有啊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你有没有擦擦？你有吗？涂。涂。哎，阿姨，你不要，为什么？你要姨丈帮你涂啊？妈，那你要付我钱？哎，都是我帮你涂的呢。你可以选择要转哪一面哦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黄色那边换一点。妹妹，这盘给你。妹妹，你要红色吗？嗯，要。好，那你可以用红色。嗯。小时候陪我一起。啊。红色。你小时候要不要先去洗一洗？为什么你要拿？那你这样换的意义是什么东西？
救命救命，我走不动了。这是施小佑的做机器人吗？施小佑的机器人吗？就是这种啊，满头长满了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长了这么这么多东西，他没有眼睛，也没有鼻子，什么都没有哈。这是妹妹的机器人吗？是吗？对啊，那你头上也长这么多东西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最喜欢你。啊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画画课程就结束咯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要回去面对三个小孩的状况啊，然后真的。一打二有点累了。菲菲小姐，你要去买菜吗？还没。还没啊。好。哎，这位先生。Michael。哦耶。不可以放嘴巴。你要跟弟弟说什么？说不能放嘴巴。对，好棒哦。小佑，你没有过来。噔噔。哎呦是三只，哎呦抱在一起的，哎呦弟弟快点死，哎呦，三打三的，今天三打三的生活，啊，哎呦大哥，今天这个在吃，这个在吃球，这个在骑车车，哇，面汤饭，超丰盛的午餐。啊！怎么两只泰迪熊？啊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妈妈要吃鱼吗？啊！你不要过来！嗯，不就。啊！刚刚把那两只小的送回他们家了。啊，真的是带三个很辛苦啊！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其实。带小朋友也没有很累，我觉得难的点是在你 always 的 focus 都会被他们分散开，就一下小的，然后在爬爬爬爬爬爬到电风扇那边去啊，然后中的这一个呢就爬爬爬爬爬爬到哪里去，然后大那个啊又太兴奋，然后就骑着滑步车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就是你的 focus 没有办法一直对在某一个人身上，所以像现在就是还是只有小佑，所以就是我们就是 focus 都给他身上，但是有一天真的。这三个小孩，哇，真的是哦，好可怕、哦。也许到那个时候，那个习惯会长得不太一样。最后学校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点喜欢、分享。想要更多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订阅与小铃铛哦。Old Vlog， 我们今天带三只小猴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